经营了。哎，已经摸头晕了。这个叫做定距定宽定宽曲线的，所以你这样跑的时候，它轮子在转动，可是上面是平的。很平稳啊，真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轮子是不是圆的哦？你要拿一杯水，知道吗？那跟什么感觉？换杯水，这是早期的火车吧？这个，早期的那种火车定距。你看你换杯水也一样啊，你看那上面都不会动，不会摇。对对对。当然摩擦要够，哎，摩擦要够。因为我这个设计的时候，它需要摩擦力，对，需要摩擦力。所以这个像这个那个什么那个盖印章的那个可以更好，对，柔软，好特别哦。那个是 Rolex， 嘿，洛乐。